那个北京的凉亭，凉亭阿爹就无这个花啊。天，你那个细一个叫金素娇，不错，真高。细汉的时阵，爹爹啊，啊，爹呢？过去就要嫁去啊，是要嫁去啥呢？哈，天不会不会就这么大事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是我的故事。我要讲我以前的代志，你听。少年的时阵，我甲金家两个人真好，我做伙开饺店。啊！做伙做生意啦。啊，做生意，啊，我们两个哦，啊，就有结拜做兄弟，啊，有讲过阮第一咯吼，细汉囝，啊，若以后若大汉，要娶伊做某。哎呀，原来是如此啊！呀，那恁这是天作之合，金贴。好命啊！儿子，你是安那？你在看啥事？天，我感觉有外星人要下降的感觉。你讲个人啊？你搁讲一个所在？外星人要下降。伊哪会讲伊的迄落要下降？无啦，伊是讲哪会无台无钱，安尼死伊挡袂掉。哦，挡袂掉啊！既然天如此，你这牛马啊，伊也哪呢？海里的我，总比来来在做天龙了。哦，哎呀嘞，我跟你讲，来底，迄条红色的衫穿较大大巴嘞。这无问题，海里来去了。十三小拖头嘞。